好，我是简易厨神 Jenna。最近天气又开始转冻啦，所以今日咧就同大家整一款煲仔菜食谱——鲜虾豆腐粉之煲，即刻开始啦！虾壳虾头咧，记得唔好等喎，可留嚟做汤底，令到粉丝煲咧更有鲜味。成啦，就即刻同大家试下味先。粉丝煲嘅汤底好够鲜味，而且配上豆腐同粉丝，暖粒粒之余，用嚟捞饭咧绝对唔错。天气咁冻，大家都试下整呢款热辣辣嘅煲仔菜啦。Yoo-hoo！